桂林，爸单位病一顿来，我先替洗一下身躯，该去去霉运，回平复心情。待我再找红山，把平安符拔起。爸，就麻烦你啊。没麻烦啦。这是我做家事应该做的。我请老三哦，我今来看卖那边唱什么戏呗。拍摄啊，我说袂记的，你起码跟活死人是同款的。万年啊，我跟你斗相共。你只要镜头啊出一点力，安尼就行啊。好，你想要生，我陪你慢慢来生。总裁，总裁，当你讲阿丽是上好的条件，等你注意慢慢啊，遇到你病的时阵，你可能个密码讲我知影，无你甲我说咧，你都会跳会走，会开嘴讲话哦。要找康复啦！啊，你想哦，照顾老总裁的代志，我来做就好啊。总裁，你敢有听到我讲话？送你好光明啊！今天我暂时留你一命，后一边我一定想办法，把你的密码偷出来。